第三课，为什么今天的菜特别甜？舅舅在山坡上有座房子，舅母在房子旁边的空地种了些芥兰、生菜和白菜。星期天，我们到舅舅家换。傍晚，舅母说：菜园里的芥兰可以吃了，我去割一些炒给你们吃。我和弟弟听了，连忙说：让我们去割，让我们去割。我们拿着小刀跑到菜园里，这时阳光依然火辣辣的，可是我们专心地割啊割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工作完成了，我们带着一身汗水，笑嘻嘻地捧着两把芥兰交给舅母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和弟弟不吃别的菜，只吃芥兰。绿油油的坑和叶配上黄色的小花，既好看又好吃。我说：为什么今天的菜特别甜呢？舅舅笑着说：这些是你们亲手割的菜啊，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，感觉自然特别好啦。我听了，觉得舅舅的话很有意思。